8月31日，马思纯与盘尼西林乐队主唱张哲轩被拍到街边搂抱的照片，引发网友热议。随后张哲轩发文怒怼网友，不理解就对了，好好理解理解自己吧，少操点别人的心，一天到晚说的都是别人让你说的话，能理解什么呀 stupid。疑似回应与马思纯恋情热议。近日有媒体拍到了马思纯、张哲轩与好友聚餐后离开的画面，马思纯被张哲轩搂着肩膀，两人有说有笑。随后马思纯驾车载张哲轩离开。此前有人在大理偶遇马思纯、张哲轩游玩，早在3月23日，有媒体拍到张哲轩与马思纯亲密同行的照片，镜头中的两人携手过马路，行为亲密，疑似恋情曝光。此前网传马思纯是恋爱脑，自己买的房子车子连婚戒都是他自己出钱购买，就等着对方求婚领证了。